哦，狗狗会跟我狂吠呢。哇，这么多浪浪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多浪浪？哦，这么多浪浪，它好像在帮那个竹溪禅寺看守呢。这是101中狗啊，很棒。天下大雨，我要来拍雨中的瀑布。这是竹溪禅寺。竹溪禅寺很漂亮哦，下大雨很漂亮的，那个雨景很漂亮。很漂亮。雨景哦，会感觉很凄美啊，漂亮。这里有瀑布，人工的瀑布。我现在是站在竹溪桥上面，竹溪桥上面我要拍这个人工瀑布，人造瀑布啊。像不像？这像不像瀑布？虽然是假的瀑布哈，人造的瀑布，但是它也有它的味道哎，很漂亮哦。这雨越下越大哈，那个瀑布越漂亮，就比较感觉比较雄壮了。它是竹溪桥的那个四个角落都有，拍这个雨景哈，其实雨景很漂亮，下大雨哈那个更漂亮，但是下大雨哈往往都是会打雷的。啊，打雷哈就比较不好啊！啊，现在是还好，现在没有打雷。有看到吗？瀑布四个角落都有，四个角落都有瀑布。但是那个水沟流下来，刚好形成一个瀑布。好漂亮哦，呵呵，很棒啊！哇，要赶快走，越大，下大雨越大。那个溪水哈、比较强，下大雨的话溪水就很强，很漂亮。那个是活水啊，而且是没有污染的水，很漂亮啊，没有工业污染的水啊，那是直接山上冲下来的，好漂亮啊。
哇，今天的水好像更强呢，因为这两三天都有下大雨，好像礼拜前几天啊，礼拜一还是礼拜二，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在播那个曾文水库泄洪啊，因为都满水位了。哇，这也是瀑布哎，这也是人造瀑布啊，哈哈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无音插柳，柳成荫的瀑布啊，好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上面哦，冲下来这样子也是一个瀑布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啊，很棒哎，这个，这是一个建筑物造成的一个瀑布啊，算是河体啊，河体造成的一个人造瀑布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好漂亮啊，好棒啊！这真的看起来很爽啊，哇，那个你看那个雨水打在地上哦，都还有很大声的那个雨滴的声音，很大声啊，滴答滴啊，哇，白鹭鸶，好漂亮，哇，白鹭鸶站立在水中央，很漂亮。给他拍一个特写，两倍。给他放大，哇，他走放。好，缩小两倍。好，1:1。好，继续向前行。他在觅食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在觅食，他在觅食啊！这种下雨天哦，这个觅食是最好的那个机会，因为那个水中的那个浮游生物哦，鱼啊、小鱼啊都会跑出来，很棒。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溪水这样子流的呢，这是算是下游啊，平地四期的那个溪水，这个是下游，这是下游，我们好像没，已经40几年没有看过这种溪水。我记得小时候都有看过，小时候那个溪水哦，溪水那个暴涨啊，或是钓鱼啊，小时候都有看过，已经40几年没有看过了。你看那边竹溪式的围墙，那边那个水流那个水流，那个流到那个溪床，啊，流到溪床的那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瀑布。有没有看到？我照那个瀑布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也是一个瀑布，有没有看到？呵呵，哦，小小的瀑布啊，很棒啊！好。继续向前行，这次白鹭鸶也是沿着溪床这样子往上觅食啊，
飞飞停停这样子觅食啊，很棒啊，这个白鹭鸶。这里面白鹭鸶哦，我看过好像至少应该有十只以上，大部分都集中在那个比较靠西边的那个竹溪桥往西边的那一边，好像都集中在那边比较多。那、啊、现在我站的这个是竹溪桥的往东边的方向。很棒啊，你看一阶一阶的那个鹅卵石哈、哦、那个流水经过一阶一阶的那鹅卵石形成一阶一阶的那种水流哈、哦、看起来还不错，那种鹅卵石是有那个净水的作用，它会过滤一些垃圾啊。有没有看到远远的那个竹溪桥那边有看到瀑布？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好漂亮哦！把它放大，再把它放大，就在那个竹溪桥，刚才有走过去那边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那个瀑布哎，真的是瀑布，你看到？有看到吗？真的是瀑布呢，它四个角落，竹溪桥四个角落都有那个人造瀑布啊。很棒哎！真的太棒了。好，先到这里。